可以可以。这也。那、啊、这个车子可以推去还呢？我还以为你要把车子放过重过重。十二点二，十二点二，你还可以放十公斤的，放二十，没有了。对，五个人就三件行李，也是很厉害。魔法车子推过来也挡到人，我挡到人家，我没有挡到人家。我们去路边。